整个宇宙和地球上的生物一样，弱肉强食是第一生存法则。就像人类时间300年前，天龙星座爆发的吞噬战争，阿尔法星被侵略，天龙人面临灭绝。老板，根据剧情需要，征用你的花做道具。哎，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啊？说话呀！啊，你，火机，不用了，谢谢。吹一下。许愿。店里边了，可惜只有一朵。孤独有时候也很美。送给你，章鱼哥。魔术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因为真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你希望有朋友吗？渴望，一直在等待机会。要等到什么时候？章鱼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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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害怕，这是我下一次远程魔术的开始，只不过我无法独立完成，
需要助手，是要找五个人，然后集聚你们六个人的力量，唤醒天龙飞船，然后回到560光年以外的故乡吗？你怎么知道？书上写的。 书里面说了，天龙黑洞很快就要爆发了，到时候他们在海底沉睡了300年的飞船就会苏醒，离开的时候就会触动火山爆发，地球就会毁灭。至高无上的父亲，这是您留给我的秘密。只是，儿子仅剩的能量，无法确定把他们五个人全部找到。父亲，儿子多想您赐给我能量，让我们尽快重逢。 是粉丝，这次来呢，是想买下您小说的改编权。作为一个有情怀的投资人，我一定会拍出本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奉献给观众。正好正好，哎，咱们找个地方谈谈合同呗。<笑>合同，说白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信誉，信誉才是最关键的，钱我都已经准备好。 什么意思？嫌少？嗯，开玩笑。<笑>那肯定是开玩笑啊！您这么伟大的作家啊，小说家，怎么可能就值50块钱呢？稍等。嗯，道不同，不相为谋，告辞。 干什么？别动！哎，小说发展到这个程度，应该说什么词儿？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对。哎哎哎！合同有了。哦，对了。 报出先锋。混蛋！你给我回来！动吗？ 得当心啊！夜袭提前请10分钟之内到场。
作为一个替身演员，我不相信你会演好这场戏，所以你必须把它喝下去。替身演员也是有尊严的。当然啊。不过真的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啊。你这是报复。你这杯奇怪的水我是不会喝的。我可以放弃这部小说的影视改编权行吗？你不能放弃。你的人生和你的所有积蓄都赌在这部小说上了。你可以当演员，可以当导演，可以获奖，甚至可以参加奥斯卡，可以告别替身生涯，纵身一跃。你就是一线明星了。谢谢你的鼓励，我放弃，我放弃一切，只要你能放过我，让我赔多少钱都行。断我财路。我不会让你死在地球上，我会把你带回故乡。Thank you.
找本人签字。本人现在心情非常好，每一页都可以签上名字。你小子有病是吧？你哪个精神病院出来的？你们地球人太蠢了。不相信是吗？你们马上就完蛋了。你是精神病。张依依，你在电视台发表的言论是不是为了新书的炒作？天龙星座人真的潜伏在龙城吗？天龙黑洞会不会爆发？有没有具体的时间？为什么天文学家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天文学家沉默，你在胡说，现在全城恐慌，负得了责任吗？我先回答说，你是个骗子。先别乱。张依先生，张依先生，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们？你是作家，请你认真的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一定回答先生。你不能放弃。全世界的灯。张依依，今明两天天龙黑洞会爆发，地球会毁灭，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知道。请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说两句吧，张依先生，张先生，对呀，你如何证明？证明，我也你能证明的。请你跟我们说一说吧。应该是能证明。张依依。张依，张依到底是不是天龙人？那又怎样？张依，张依，张依依。张先生，到底是不是？张依依，请你回答我的问题。张依依先生，您得跟我说点吧。天龙，半年之前你老婆和同事勾搭成奸，这就是十天之后你老婆被你重伤的场景。你文胸的扣子开了，为了向我发难，15分钟之前你去超市偷了这个，你马上就会失去束缚。还有一秒。你真的是天龙人吗？这300年你怎么活下来的？你的同伙在哪儿？天龙黑洞什么时候爆发？300年太久，这是唯一的机会。欢迎归队。啊！谁呀？在你的小说里，我是你真正的天龙使者，我是你的主人。你死过几次？我一次也没死过。所以你的小说不畅销，70%都是你胡编的。我没有胡编。假的，来吧，重新认识一下你自己吧。坐吧，别客气，自己还一样啊。这个跟我小说里写的不一样啊。为什么要写天龙号醒来？他需要解脱，天天晚上都做这个梦。不写出来，非自杀不可。要死快点儿，碍事儿。回家之前你做过什么？回家之，我18个小时都没出门了。错，你在外边，在家的是我。这是我家，我说不是你家了吗？不要吵了，不管怎么解释写这部小说的动机，这是天龙星座对你的启发和引导，目的就是要让我找到你。我是天龙使者，
在龙城等待了300年，死了5次。你也一样。嗯，我也死了5次，就是没感觉。你现在就死去。你跟死了有区别吗？不，2个半小时之前他把能量传输给你，让你当了一回天龙人。你有感觉吗？有感觉吗？没感觉。天龙黑洞就要爆发了，我已经提前感受到它的能量变化。我要找到5个助手，就像你小说里写的一样，集6个人的能量才能准确搜索到天龙飞船出事的准确地点。我们要把它唤醒，回到故乡。对，事实就是这样。我不相信。你说什么？我不相信。你说什么？我现在在做梦。怎么样才不相信？他到底是谁？我是你。那就让这个我消失。你在那儿，你让我。咦，哈哈，是我的了。作为我的第一助手，进去以后会明白一切。你不进去啊？在天龙黑洞爆发之前，我还有3个助手必须找到。你数学很差。找到了我，应该还有4个。有一个已经找到了。好吧。天龙黑洞什么时候爆发？比你梳理的时间晚了7个小时。带走！我求你们放过姐姐，她还没有恢复呢。姑娘，好多事儿不是你们这种小老百姓能懂的。闪开！人呢？老大，你没事吧？老大，老大，你快起来，老大。老大，人呢？人呢？你在哪儿？
敢电我是吧？武圣！以后不要再来骚扰程红。我。3%，还有3个人没有找到，计划5个人需要40%的能量，怎么办？怎么办？章鱼哥，章鱼哥。医生说，姐姐这两天就可以出院了。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不客气，只可惜我的腿不是太好，不然的话，我还可以做你的助手。秀玲，我们认识多长时间了？6年3个月0.7天。再加上13个小时5分钟27秒。还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同台演出吧？对，我高空芭蕾已经练了很久，没想到第一次登台演出就摔了下来。让我很难理解的是，你从来没有感到痛苦。因为你说过你会把我治好的。你虽然不是医生，但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魔术师，我相信你。对，我说过你会站起来的，我保证。那什么时候呢？我知道你是骗我的，你不是医生，你只是一个魔术师而已。天龙人，程序进行6小时，能量储备36%。恭喜！天龙使者，哎，你也是第一次来这儿吗？我刚来的时候差点脑袋搬家了。能扶我起来吗？啊，好好好好。你在程红身上耗费太多能量了，这就是你还有3%能量的原因。作为你的第一助手，我和另外4个助手就算能量充沛也帮不了你什么，所以一切都得靠你自己。你进入了我的大脑？当然了，我是遥感控制专家呀。你在地球上已经死了5次，现在年龄是25岁，距离地球末世死亡时间还有96天。天龙系年龄是287岁，距离天龙系死亡时间是672年。如果你再无非消耗能量，地球死亡时间会缩短。每一次复活，活着的时间就会更短。你之前并不知道这个愚蠢的仪器会给你能量，5分钟能量补给就能到10%，而且只有一次机会。你没找到一个助手会消耗3%能量，因此我怀疑准确程度，或者你会用更愚蠢的方式去做一件事儿。这是你心里的一个秘密，或者是一个愿望。在你离开地球之前必须要实现。可以开始了吗？还没开始吗？对不起，我的错。我可能会阻止你，也可能不会，一切视情况而定。尽管你能看透我的内心，但还是有必要说出来。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从一个悲催的地球人变成了天龙人。作为地球人我非常的不开心，作为天龙人我是不是开心呢？我还不知道，因为一旦走进这里我就出不去了，必须等天龙黑洞爆发之后才出来。太好了，居然有这个恶棍！我有个请求，我要把他抓来。哟，怎么了这是？你要把他打成重伤吗？当然了。我不允许。我说这个怎么了？天龙黑洞提前爆发，
人类科学家在20分钟之前已经探测到第一波，现在是第二波。第三波还有多久？只探索到两波。第三波还有多久？没有第三波，跟我走。我出不去呀、啊。现在可以了。黑洞是时空曲率，大到连光都无法从其世界逃脱的天体，是由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在核聚变反应的燃料耗尽而死亡后发生引力坍缩而产生的。我们能从黑洞中吸取能量吗？没有能量是无法探测到飞船的准确位置的。黑洞爆发，附近的所有恒星都将被引力吞噬。哎，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星球是吞噬者呀，还是被毁灭的那个？我们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少啊，挣不着钱。我的音乐是献给大自然的。很崇高，有点大情怀。哼，愿意跟我走吗？你有特殊爱好？我看颜值。值吗？有颜值就是值。这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30分钟之前宣布，天龙星座黑洞能量束将在近期某个时间点爆发释放。受其影响，一颗漫游在附近的恒星将被黑洞强大的引力所吸引。研究人员表示，恒星被完全吞噬之前，会向地球抛出耀眼的光芒。他们怀疑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星系事件，有可能导致地球出现极端天气、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甚至造成地球的毁灭。大哥，这回真是赔大了。演员没了，版权费我也付了。老大，你那版权不是10块钱买的吗？10块钱不是钱啊。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地球要是真毁灭了，我要拍了戏也他妈没人看了是吧？咱俩单独聊聊。嗯，是该聊聊了。那这是生日的时候章鱼哥送给我的，好可爱啊。你们找谁？哥，哪个是有病的妹妹？哎，腿是怎么瘸的呀？对了哥，那边有轮椅，咱还用带吗？秋林，我们是你章鱼哥的朋友，要带这位姑娘离开。啊？那章鱼哥呢？哎，你们俩见过外星人吗？没见过是吧？他说我是外星人，啊，他也是外星人。我今天啊，就让你们俩见识见识。来吧，外星人，展示展示吧。萧红秀，我跟你说得很清楚，带走你我需要3%的能量，剩余的1%，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4%，我全要，给我上！秋林，这是章鱼最后的问候。好好活着，你们从此永别了。往死里踹！起的不是我，你有五个助手，还有海底的飞船和父亲，还有天龙星座，那是你的故乡。你不要把他们绑到这里来，绑他们的不是我，是意念。他是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我以为他愿意做天龙人，骗他！你已经没有能量了。黑洞爆发的时候，我也许。天龙黑洞爆发，天龙黑洞爆发能量的前提是我们胜利，而且只能给飞船用，对你没有任何收益。而且你现在正在迅速老化，三天之后你必须离开地球，要不然就会永远死亡。可你把最后的能量都给了秋林，这么做值吗？秋林，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次演出，你是我的助手，没有你这个魔术不会成功。这双鞋是给你的礼物，当你按着我的意念合作的时候，节目会大获成功，你也会见到我，只是最后一面。现在是转换期，出去你死定了。你们能决定我的生死吗？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是龙城最烂、最人瞧不起的废物。我是谁？我是成功商人。三天以后，龙城所有的洗浴中心三天之后全都归到我的名下。算算啊，算算我他妈到底有多少资产？算了吧，你不是龙城最烂的人，现在就差你没转换了，快点吧你！我快你大爷！别闹了！大哥，大哥，我们来救你来了！大哥，坚持住！大哥，你自己在这歇着吧，我们要走了。还算有良心。是天龙人，天龙人是不会死的，就算我老了你也不会死的。以前我从来不敢告诉你，现在你听不到了，我要告诉你，我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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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章鱼哥，章鱼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天龙使者没把你带到这儿来了吗？他很矛盾，但最后他做了一个他认为正确的决定，就是把所有能量都给了那双鞋，让秋林重新站了起来。在他潜意识里一直都希望天龙黑洞能给他补充能量，但是那不可能。章鱼还是爱秋林的，可惜现在秋林说出了爱，章鱼却听不见了。你要不要这么配合？必须配合。可惜啊，我们不能出去救他。天龙人也有无奈的时候，哥，我还会拉阿月呢。疼，让我回忆回忆啊。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意思是说，转换期的天龙人不能离开这儿，只要一离开这儿，就一定会死。对。章鱼把仅剩的能量给了那双鞋，就是没给我能量。你只有找到一个天龙人的能力，我他妈还不是天龙人，对不对？对。哥，你现在说啥呢？我说把锁给我打开。啊！哎，他不可信，你滚。哥，你可信吗？你们现在只能相信我，只有我能出去救章鱼。哦，他不可信。啊，哎，可信吗？哎，你也相信这个骗子？你们都相信这个骗子？你们不能相信他！哎，回来！啊！唉。
太他妈容易被骗了，一点戏剧性都没有。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完了！哎呀，大哥，没事吧？哎呀，哎，别动我，怎么办呢？这个，你打电话呀、啊！我打。哎呦，我打，这没信号啊，大哥。那边有啊。哦、我去打电话，你别动啊，千万别动。哎呦！哎，我的车！哎！我的车！相信那个骗子。对不起。怎么了哥？萧红秀跑了。跑了？地震了。开始。
之后的问候。我现在位于西大洋的火山口，距离你16000公里，你的生命已进入末世老年期。如果找不到天龙使者标志，地球时间60个小时之后将会永远死去。天龙黑洞不能给你能量，只有我，你的父亲以血缘的名义给你信念，去找一家医院补充能量，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我们就能团聚，就能回到故乡。你的母亲和妹妹在等你。我能跟你一块变老了，秋离。60个小时之内，帮我做件事。去一个地方，快去！哎，你们看，那不秋林吗？妹妹，妹妹，我们在这儿。秋林，我们在这儿呢。我现在遥感功能用不了，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呢。妹妹，我们在这儿。虽然我们现在在废墟，但还是被困在这儿。与世隔绝。做什么吗？慢慢过来，不要摔倒。有人告诉我，他把你送到了这里。是他救了我，也给你争取了时间。找到的时候。我说的错。
向下，向左，再来一点点。在你心里了吗？是的，还有你。我曾经一直想，你要是能和我们一样能变老该多好。我想看到的，也不敢看到的。你快好了，是要走了吧？需要我送你吗？我已经和父亲取得联系，飞船稳定需要时间，我也需要时间。时间是多久？一天，也许两天，也许更久。是要找到第五个人吧？咱这个换个快的啊，该是恢复你们天龙人属性的时候。
自从你们踏上地球第一步开始，就应该了解地球上的成长和死亡。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五次，之后你们可以自由出入这里，可以升级能量，我们合力回到母校。还差两个人，至少还差那个比我傻的奸商，他已经来了。哟，这奸商怎么又回来了？想不到他会回来吧？这不叫回来，这叫无路可走。我去你大爷！你大爷！哎，趴下！哎呀，哎呀，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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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呀，哎，走！哇，哎呀！哎，我说你们哥，他们当老板了。这就是地球人，不，地球上的某些人。我他妈都成天龙人了，那些啊不重要。当时你可不是这么想。你大爷的！我去你大爷的！哎呦呵，这谁啊？哎，哎，你也有今天啊？啊！你给我起来！天龙人，帮我夺回公司，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你不需要。外星人。扯他妈蛋！这是什么地方？这儿啊，海滩。你再往后看。哎呦哎呦哎呦！你放我下去吧，我恐高，放我下去吧。不要以为这都是幻觉。需要音乐吗？回忆性质，有搜索性质的吗？搜索性质。他在搜索最后一个助手。好了好了，怎么样？找到了吗？找着了。有一样东西，很熟悉。如果有一次漫长的旅行，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报销船票吗？
请问，张依依写的书都是真的吗？有真有假。章鱼哥，你在哪儿？我在这儿。地球上一共有12颗卫星，一直观察着那片海域的温度。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我想他们有能力进行控制。万一呢？我和其他人都死了？没有万一，因为你跟我在一起。儿子留在那里太久，有了地球人的怀旧情怀。什么时候聚合能量唤醒飞船？子夜，我们给飞船补给能量，从海底深处逃脱。具体怎么做？只有使者知道。还好是你。我们的星球长什么样子？也许比这里更美，我也不知道。就快离开这里了，你留恋这里吗？若是在前天，我会留恋在这里300年的时光，还有你。但现在，只剩时光了。还好是你。还好是你。就快离开龙城了，不知道留下点什么，算是温暖的告别。是。
秋林。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我想见妈妈。好像不对劲。啊！最后一个天龙人在云南，他会坐飞机回龙城。你是说，你儿子，他认错人了？他激活了我们的敌人，同样留在地球上的种子。会怎么样？他会杀死我们。得到所有能量，关掉所有系统。身边的味道是你，是你。